请你整个听着。林林五十三，孩子家好，我是林林。那欢迎来到林林音乐教室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谈的是《有你真好》，还有后面的是《夏天报道》。是夏天报道。我可以听错音，是正确的就我听错了。这是我决定，着急哦，动作在急。再来，下雨来到池塘里，小青蛙咯咯的叫，小狗叫，小猫叫，非常热闹。公园里松树跳，哦，我最不会的是这句。公园里松树跳，夏天报道。好，那我来。好，三二一，来。曲子不会在同一位置弹，
有时会变换位置，这时候你要先看新位置，再快速把手移过去，中间不能停顿。就像这样，他哆来咪发嗦，只能到嗦。那你要弹哆来来嗦，你就要快速移动，那手要变宽一点，不过还是很好弹的。那我来弹一次哦。气弹完了，这一段不错，可以再来几次呢？好。停着的，对对对，爸爸也心脏快停了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来。我看整个都没呼吸耶。对对对对对，好恐怖。对，没那么紧张，来，放轻松来。我太紧张，呼吸终于停下来了。我不呼吸。声音，他收音就不好了。你可以先练习一下叠手，还是这样讲？今天到这样就好了。现在明天不是要考那个什么？考什么？考韩吉呀？考背音阶，是不是？妈妈，毛毛西，我是最厉害的妈妈，
哒啦啦啦啦。拿起来我都不会弹。Beauty and the Beast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小铃铛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，还要记得分享和留言哦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